小 S 最近在社群平台晒出两张美照，吸引大批网友前来朝圣。第一张照片，她脸上画着精致妆容，身穿一套低胸露肩设计的黑色礼服。拍照时，她将一手放在腰上，摆出充满自信的表情。这个人非常霸气，气场全开。另外，由于礼服为低胸剪裁，让她的性感暴露，成为照片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大亮点。而她晒出的第二张照片，则是她在家里的素颜自拍照。只见她顶着一头乱发，脸上虽然完全没有化妆，但是素颜的她，肤质看起来却依然非常细致光滑。有趣的是，她还夸耀自己的美貌，发文写下工作的我和收工的我怎么都很漂亮，奇怪耶。对此，有网友留言回应说：“因为你是国际巨星啊。”另外，也有人大赞她素颜好年轻，直呼她看起来也太像高中生了吧。you